我们这一节来讲这个新增商品里面比较复杂的一种方式，叫做可变商品。我们之前讲一个最简单的，就叫简单商品嘛。那这边有一个比较复杂，叫做可变商品。什么叫可变商品呢？我们到前台看一下这个产品哦，它这边有个属性叫 color，就是颜色，好，size 是它的尺寸。所以一个这以这个女性运动短裤这一个产品来讲的话，它分为颜色跟 size，所以它就有两个不同的属性。那两个不同的属性底下呢，这个 color 又分成四种颜色，然后 size 呢又分成三种 size，所以4×3等于12种变化。所以你看哦，我这边选黑色，然后这边选 L，这边会秀出黑色的照片，黑色裤子的照片。然后这边如果选择另外这个红色，好，它这个照片就会变成红色。然后选择灰色，照片就会变成灰色。然后选择这一个紫色，好，这个照片就变成紫色，所以这个就是可变性的商品。然后当你选择这个 L 的时候呢，它有83件库存；你选择 M 的时候呢，它会告诉你只有48件库存；你选择 S 的时候，它有56件库存。哦，所以每一种颜色跟每一种 size，它这个库存量都不一样。哦，所以呢，它在这个后台啊，它这个是属于商品资料，就是属于可变商品。它的设定就复杂许多哈，等一下我们就开始来介绍它的设定方式是怎么做的。我们先直接到后台来看一下这个商品，哦，它的长相是长这样子。好，这个是商品的名称，那这是商品的永久连结，你可以一样去编辑它这个档名。那因为这个产品都会放在这个 products 这个目录的下面哦，所以它的网址就是你的原本的网址后面会加个斜线 product，就是商品，然后斜线这边才是你可以更改的商品名称的网址。然后这边呢就是它的完整描述哦，完整描述这边就可以打很多字，跟这个放插入很多照片，像这个就这边这个也是照片哦，这个也是照片，插入非常多的照片。所以你在前台看到的啊这一页啊。哦，它底下这边这个就属于详细描述，详细描述这边会有很多照片，每一张照片都在这个详细描述里面。好，一直到这边，哦，到这边结束。然后这边有个简单描述，这边是空白的，没有写。如果我没有写的话，会变成这样子。我在这边。简单描述在下面嘛，我们之前有讲过，在这个地方，商品的简单说明在这边，这是商品，简单，好，我先存档一下，有没有更新一下哈，然后我们再到前台这边来看一下。等一下，注意看这边，然后有个简单描述的说明跑出来哦。重新整理一下，这里这是商品的简单说明哦。所以这个简单说明啊，建议不要打太多字，为什么呢？假设你今天字打太多的话，那这个图片的高度啊，会跟这个整个描述，这个简单描述这边啊，它这个选项哦，会跑得太低，跑太低就不好去点击哦。我再实际做一次示范给你看哦。假设我们这边刚刚的那个简单描述，哦这边，假设我这个简单描述这边哦，简单说明这边打太多的话，比如说我这边打很多，既然是简单说明哦，简短的说明哦，你就不要打太多。啥叫做简短说明嘛？我再更新一下，然后你再到前台来看一下，我重新整理一次。好，你看就会变这样，就变这样，这样两个就不对齐哦，就不建议啊。这边打太多的结果就是会把其他的选项往下压。那你想想看，如果他用手机去看的话呢，会更不舒服嘛？这个选项跑到很低的地方，然后照片在左边比较高的地方，它的选取是比较不方便的哦。所以不建议这个简单说明打太多字哦，顶多2、3行就好了哦，因为毕竟是简单说明嘛，简单扼要就好了。底下这边哦是详细说明，你可以在底下这边尽量的放图片跟完整的说明都放在底下这里哦。好，
然后呢，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可以去更换那些照片，为什么点击不同的属性之后可以更换照片。这边重点在这里，变化类型，重点在这里哦，变化类型。我们刚刚讲了嘛，四种颜色加上三种 size， 4×3 12种组合，所以这边就有，你看 purple 紫色 S 号，紫色 M 号，紫色 L 号，灰色 S 号，灰色灰蓝的 M 号，灰蓝的 L 号，然后这个是桃红色 S 号，桃红色 M 号，桃红色 L 号，有没有？黑色 S 号，黑色 M 号，黑色 L 号，所以加起来是不是12种组合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这种每一种组合的底下，我们把它点开啊。这边有个箭头，我们把它点开，每一种组合就可以上传一张图片。这个就是它为什么可以去变更图片的原因哈。你点了这种组合之后，它是可以上传一张图片的，而且呢，它还可以设定单独对这种组合去设定价格。假设说我紫色的 S 号我要卖特别贵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我直接在这边设定，本来是 29.52， 好，我直接在这设定100块，然后直接在这设定存货的数量。所以为什么你点到不同的属性颜色大小的时候，它的这个存货数量跟它的价格都有可能不一样哦。好，我们刚刚的价格是全部设定一样，所以你会觉得诶奇怪，价格都一样嘛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这个是100块嘛，记一下哦，这个紫色的 S 号我现在把它改成100块，然后把它更新一下，我们再到前台去看一下，重新整理一下，本来是30块，现在变成30-100块。为什么？因为不同的组合不同的价格，所以它这边就会秀出来说诶，最低是30块，最高是100块。那你看，我们如果是选择一个黑色好 L 号的话呢，它这边就告诉你30块。那如果选择我们刚刚讲说要记得的是哪一个，紫色的 S 号，有没有？这边就自动跑出100块。所以这时候你加入购物车的话呢，你买的这个商品其实是100块。这个就是多重属性可变商品。那我们再到后台去看一下，这个变化类型是怎么跑出来的呢？这个变化类型是怎么跑出来的？首先它有颜色还有 size 这两个不同属性，所以在这个预设表单子这边啊，它会有四个颜色还有三种 size。 可是这个四种颜色跟三种 size 是去哪里设定出来的？其实就是在这个属性的栏位里面。你看这属性的栏位里面有颜色，颜色把它点开，它里面就有四种颜色，然后还有 size 把它点开，它就有三种 size。 可是这个四种颜色是怎么生出来的啊？三种 size 又是怎么生出来的？那你就要看这边商品底下，这边有个属性，点一下这个属性。刚开始你是没有任何属性的哦，要自己去新增哦。你看这边就有新增 color 跟 size， color 跟 size。 然后呢，我把它点进去，这个 color 点进去哦，这边就有很多种不同的 color，很多种不同的颜色。那你可以继续去新增不同的颜色。我再按一下这个属性，属性里面有分成这个中文，我们先不要理它，我先把它删掉好了。不行，因为 我上传别的中文的东西在里面，先不要删。这个你可以自己去新增，比如说这颜色跟尺寸。那假设我这边要新增一个长度好了，好，那这个网址别名要用英文，不能用中文，就打 lengthlength 长度好了。好，这个其他不要管它，然后新增属性，然后这边就跑出一个长度，是吧？但是这个长度里面啊，并没有东西啊，像这个颜色里面它有各种不同颜色，那这个长度里面没有东西。所以呢，我就要点击这个长度，然后呢，在这里面输入，好，比如说10公分，这边也是10公分，因为这个英文跟数字都可以，好，就新增一个10公分，好了，再来
20公分。好，记得这个代称一定要英文了、大小写无关了，没关系。好，所以我现在就有两个属性，属性是叫做长度，然后里面有两个东西叫做20公分跟10公分。好，我们再回到一下这个属性。这时候你就发现，长度这个属性里面有分成10公分跟20公分这两个项目。好，这个叫规划项目。规划项目。这边齁。再回到一下属性里面去。好，所以呢目前的属性里面分为 color, 长度 ,size, 颜色。我们来示范一下新增一个全新的商品让你看一下。好，这边。我们把它选择可变商品，这时候呢我们把它选择属性，然后呢我们在这边下拉选择我们刚刚在属性这边新增了一个长度嘛，然后还有之前的 color 都是之前新增的嘛，所以是不是有四个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选择长度，然后按一下新增。那代表这个产品呢它有一个长度的属性跑出来了。那假设呢我们还要颜色，再按一下新增。好，你看代表这个商品里面呢我们会有两个属性，一个叫长度，一个叫颜色。那长度里面呢我们刚已经新增了10公分跟20公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假设你今天要有10公分这个选项，你就把它点击一下，然后我们再点选20公分这个选项，我们再点击一下。那这代表说等一下呢我们这个产品呢它是有长度这个属性，那里面会有分成10公分跟20公分两种不同的选项可以让你选。那颜色呢我们把它点一下，里面有金色、银色、白花、银色、粉花，我们刚刚在后台的时候这个颜色里面有这三种。好，我们选金色好了，然后跟这个银色好两种就好了，代表我这个商品呢它目前有四种组合。为什么叫四种组合？一个是长度10公分，一个是长度20公分，一个是金色，一个是银色，所以2乘以2就是4嘛，它就有四种组合。好，我们把它储存一下，这个属性把它储存一下。 OK, 这时候呢我们再到变化类型这边来，你看空空的哦，变化类型这边是空空的哦。我们先在上面先写一下，这个是测试可变商品，让你比较知道。好，这是详细描述，这是详细描述。好，库存我们先不要设定好了，这个也先不要理它，其他都先不要设。好，那为什么这一页它没有东西呢？主要是在属性这边，要注意哦，在属性这边我们把它点开，这个长度我们这边没有勾起来，记得要这边把它勾起来，用于变化类型。变化类型，如果我们没有勾的话，就会发生刚刚的状况，它并不会出现，只会出现一个了解更多的按钮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边勾一下，然后刚刚的这个颜色呢，我们也把它勾起来，用于变化类型要勾哦，然后储存属性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再回到变化类型。好，你看它就不是刚刚的那一个了解更多的按钮了。它这时候呢会变成新增变化类型，然后由所有属性建立变化类型。好，点一下由所有的属性，属性就是刚我们设定那些属性，然后送出，记得刚我们属性总共有几种，两种属性，然后两种项目乘以两种项目，所以总共会有几种变化，22的4，四种变化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到变化类型来，然后选择由所有的属性建立变化类型，所以就会有22的4，四种送出，确定。四种变化类型已经新增，确定。好，你看就跑出来了，10公分金色，10公分银色，20公分金色，20公分银色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设定一下，这边有个下拉，好，这边有个图片，有没有10公分金色，好，我们把它上传一张图片。好，你可以在这边上传图片，那我就不再做一次上传图片的动作了，我直接在媒体库，就是之前上传过的图片里面，好，选择一下
我就选10公分金花这个好了，然后设定电话图片，这边就跑出来了。然后这边价格，假设金花是10块钱好了，其他的我先不要设哦，但你也可以去设定库存。然后这边十公分银花哦，上传一下十公分银花，假设是这一个好了。然后这边12块钱好了，然后这边20公分金花，哎，20公分比较大哦，所以20公分呢，我让它这个好了，我让它比较贵。刚刚这个我设10块、12块，然后这边设20块，然后20公分银花，再上传一张照片，假设是这个人好了。20公分银花，好，价格22块，然后储存修改，好了，那这时候呢，哎，商品简短说明，我们先写一下好了。右边的商品图片，我先不要设定，让你们看一下会有什么结果。然后右边的商品分类，我先不要设分类好了。我先让你看一下结果会怎么样，然后发布一下。这边刚忘记改成英文，而且我们先用中文好了。然后按一下这个查看商品，这时候呢，你会发现，因为我们刚没有设定这个图片嘛，我们刚只有设定属性的时候会跳图片，但是我们刚后台没有，这边没有设定。商品图片跟这个商品图库，所以呢，这边它是空空的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来看一下长度十公分，颜色金色。你看，这个时候它就会上传，它就会出现我们刚刚在这个属性里面十公分跟金色的这个图片。好，10块钱。好，我们再换一个，银色。你看，它就跑出另外一张照片，12块钱。好，我们再换一下20公分的银色，看就是这张照片，22块；20公分的金色，哦是这张照片，20块。所以它的价格的 range 范围就是从10块到22块，所以它这边就会秀出来哈，不同的组合就会有不同的价格。好，那刚刚货号跟分类我们都没有输入，所以这边就不会产生。还有那个库存我们也没有输入哈，所以如果你有输入的话呢，这边就会出现。那假设我们一刚开始啊，这边都没有任何选项的时候啊，这边就是空白的。所以记得啊，在我们上传了这个属性商品之后啊，这边还是要把它设定一个商品图片哦，设定商品图片，这边要设定一个商品图片，就是在你还没有选择任何的组合之前，属性的组合之前，它还是要有个主要的图片出现哦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更新一下，再到前台去看一下哦，重新整理一下。好，你看它预设就会先出现这张图片。那假设你的图片很多张的话，你可以在底下秀出多张，要怎么做？就记得在这边下面有个新增商品图库的图片，这边你就多选几张你必须按住 Ctrl 键，你就可以多选你看这边有变勾勾嘛，你要记得按住 Ctrl，它才可以一次选多张，新增到图库这样就同时上传了。再回到这边更新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到前台去重新整理一下。好，你看这样就有多张照片跑出来了，好，来吧，这样多张照片就跑出来了。或者从这边按也可以。然后你按照片的时候，它还会放大。但是你在你选择你的属性之后，它会出现你要买的那一个属性的图片。OK，这个就是可变商品的设定方式啊。它虽然比较复杂一点，但是它非常的灵活，可以让消费者可以清楚的知道他买到的东西会长什么样子。OK。